24小时营业。还可以什么选肉片、无刺或头骨肉两种哦。加面线、加米饭，还有这样。也是环保 menu。先化气买单，再送菜。餐具自取。辣椒石。不锈钢的筷子，汤匙。2015年2月28号。我一直闻到香的味道，因为这边有在外带。免费加汤，鲈鱼肉片汤。它的鲈鱼好大块哎、欸，哇，好大块的鲈鱼哦！哎，吃起来很鲜，太好了。对啊，好棒哦！哎，突然觉得好久没这样大口吃鱼。好啊，吃啊！新鲜的鱼，刚煮好。刚煮好新鲜的鱼汤。特制肉燥饭小碗，鲈鱼肉片炒蛋，用鱼片炒蛋，还加青葱，谢谢。现炒青菜，大陆内，这是类似莴苣吧？乌曲那一类的青菜，它还有加蒜片，也是好新鲜。炒蛋是鱼肉片，不是猪肉片，还有些青葱，看起来是好新鲜哦。这样是一个套餐，优惠价135块钱，只有到2月底。有汤。炒蛋、青菜，还有一碗饭，卤肉饭，好超值。鲈鱼肉片汤，哇，那个鱼肉好多哦，看就知道好新鲜。然后加姜丝跟葱花，汤头是用新鲜鱼骨9小时慢火细炖出来的。嗯，汤头就是很新鲜的鱼味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新鲜的鱼味，香来去腥的那种香味。对啊，纯粹是用姜丝来去腥而已，而且它新鲜是喝得到的，丰富的 EPA 跟 DHA 哦。之前那个剖腹产的时候也是喝这种鱼汤，而且是鲈鱼。那个伤口好很快，因为很容易长肉肉，很赞。鱼肉真的好新鲜，入口即化，而且完全没有刺，好好吃，非常的好。看起来很好吃哎，嗯，有鱼味，因为他们是用鱼油炒的。对，那我要吃啊。它是用新鲜鱼油下去炒的，哇，这个。蛋哦，竟然有鱼味耶，而且会刷嘴耶，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，喂。
好吃。不要拿，不要拿。那好吃耶，这个炒蛋好好吃哦，因为里面还有一些鱼片，好爽脆，而且还有蒜片提味，好吃耶。也是用鱼油下去炒的，爽脆，而且好新鲜，好好吃。那那个卤肉燥是有肥有瘦，也是甜甜咸咸的这样吃。这是小碗的，喂，喂，好古早味。对，古早味的卤肉饭。对啊，好好吃的肥肉。嗯，好吃。我再拿一块肥肉来吃啊。喂。它标榜完全不加味精，真的没有加味精，好鲜的鲜鱼汤。我是只能玩半小时哦，因为法律规定的。没看，再犯规定了。